在巴洛斯科的文化里，葡萄象征着宽容与爱慕。
想不想体验一下成为庄园主人的生活？菲亚庄园这里有很多农庄，都是可以对游客出租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暂时成为农庄的主人，亲身体验农场主的生活。那我们就去附近正在出租的农庄看看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做菜居然要从获取原料开始。别怕，你越担心自己做得不好，你手指上的力道就会越失控。冷静些，其实很简单的。这样不就做得很好了吗？算不上指导，我也是刚刚听那位工作人员介绍的，只能说是现学现卖。好，我帮你把牛奶桶拿。
你怎么突然？这么狼狈的一面也被你留下来了。在你面前我真是无所遁形。我愿意被你看清。